好，给你们看看，叉 S R 900前车主，我配的这些配备，蛮顶的。手机架嘛，然后防甩头都有。那南极星测速器。然后充电的都有，南极星测速，欢迎使用南极星全球卫星雷达。胎压侦测跟雾灯，有雾灯啊，哦，端直镜可以收端直镜的那个。说真的，段子镜不要看它小小，它比那个原厂后照镜好多了。原厂后照镜那个角度，基本上都只拍到你的双手比较多，你旁边最侧面那个车子都拍不到。段子现在车把这边哦延伸出来，所以非常广角，你连后面两三车道那边的车子靠近都看得到。哦，段子镜真的不是只有帅，哦，真的是很实用，比原厂后照镜更广了。防倒球，防倒球都有，轮胎框、轮框贴，还有那个加大底座，防倒球都有。